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花痴小妹，我是花姐。本期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一起打开看看。哇，听声音，摇着响呢，这是什么呢？心动时刻木糖醇口香糖。哇哇，诶，原来是一小盒一小盒的，还挺好看的呢，各种不同的颜色，像彩虹一样。咦，快看，推开它，嘟嘟嘟，哇，掉了一颗，看到没有？它这个口香糖很特别哦，每一颗都有一个小盒放着，感觉很精致呢。嗯，入口的感觉跟我们吃普通口香糖感觉是一样的嘛，只不过多了一丝清凉的感觉哦。哇，夹着嚼着呀，这木糖醇的口味呀，已经充满了整个口腔，哈出来的气味感觉都特别的新鲜呢。嗯，大家都知道木糖醇它不仅可以净化口腔空气，而且呢还可以有助于锻炼脸部肌肉，对吧？来数数，1、2、3、4、5、6、7、8、9、10、11、12、13、14。哇，一小盒有14颗呢，一天吃2颗，刚好是一个星期的量。哇，这设计也太贴心了吧！看看它其他颜色会是不同的味道吗？来颗绿色的，绿色的味道特别棒哦，是特别清新的苹果味儿。哇，看来呀，这个不同的颜色可是不同的口味呢。哼，你喜欢什么味儿就挑什么颜色，太好了。嗯，这会儿感觉整个口腔都是苹果的味道，很清新呢。嚼着嚼着，甜味散了，还可以吹泡泡呢。嗯，哦，好厉害啊！泡泡居然可以吹得这么大。好了，那我们本期设计非常贴心的心动时刻木糖醇口香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